老大，在看什么呢？盯你一整天了，有些不对劲啊。那个 ，Sweet 是不是要开业了？哦，我打听过了，他们马上开业，听说还会有不少的新品上线。老大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准备应战呢？不用，你现在过去打听打听，他们到底哪天开业。行，我一会儿去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店的御剑最近卖得特别不错，我想等他们开业以后，咱再上一个新品，打个擂台，比试比试。倒也不用了，其实咱们新品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就是差一点表现的元素。元素？是吧？嗯。这么快就回来？玉姐，坐，坐。哦。之前我听景阳说了一些关于瑞瑞的事，而且听说是我那个弟弟主动要求你住进来的。三，你觉得我弟弟怎么样？玉姐，你说的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哎呀，别闹了，程木那个人我都怕被他冻死了，而且我明显不是他那盘菜。他都同意让你登堂入室了，他那是为了让我帮忙照顾瑞瑞呢。以我对程木的了解，他这分明是挟瑞瑞以令诸侯才对。瑞瑞，嗯，来啦，乖。瑞瑞，让干爸做你的小姨父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我的意见可是很宝贵的。一套变形金刚。小爷，你和干爸快点结婚吧。好你个臭瑞瑞，一套变形金刚就收买你了是不是？不是，玉姐，嗯，程木他是真的没有那个意思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不是？我来问干爸。哟，这说曹操曹操就到，接吧。喂，笔记本儿？不是，我没空，我一会儿还得陪瑞瑞睡午觉呢，你找别人拿吧。哎，瑞瑞我来陪，你快去。啊，好，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
记得报销啊，双倍报销。我加一个奥特曼袋。哼，给你买。你的笔记本放哪儿了？啊？啊。还有多久到？在路上，估计还要有。不得不说呀，这个人做甜品确实有三四五六七把刷子，字也写的不错。哎，来了。哦，笔记本给我就行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你们老大这什么情况呀？打个电话着急忙慌的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老大最近因为新品的事儿都恍惚了，这不，连记录新品的笔记本都落家里，还麻烦你跑一趟。没关系，那你赶紧把本子给他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好。嗯。哎，这是家哪里的？这下 Sweet 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了。老大，哎，他人呢？哦，走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嗯。